夫大哥啊，我的开门去啊，都困着了，那么只好让我自家去开。深更半夜，是谁在敲门啊？是奴家。奴家，奴家，奴家嘛，必定是个女客。哎呀，妙啊，替我开门。慢慢叫，让我先问问林青。喂，你是哪里来的奴家呀？别来不去，难道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算吗？声音倒蛮熟悉的，时常来了我的耳朵里，说进说出，一时倒叫我想不起来了。你且开了门，是传承是我的。哦哟，大哥开了门，我是我认得个。哦哟，好多个一阵冷风。吃得我汗毛光都躲起来的啊，小娘子门一打开，请啊请啊。小娘子咻我晓得了，一定是衙门里几个帮友晓得我张文耀平常人家喜欢来了女客面上做功夫，所以今朝就这个客金女郎压金鼻子，闹金啊闹金，来寻我个开心。喏，哎，喏喏喏喏喏，那晓得吧？深更半夜，人吓人是要吓死人个。明早晚的，对那不客气，可不我娘三个开这个倒霉个玩笑。耶，我在外面寻了一半天，一到自家跑进来着。啊，请问小娘子，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深夜相逢，如何见教啊？我是他来检查的。检查？哦，小娘子稍待，要生出来就是。害怕。
家是来叙旧情的。哎呀呀，我的三郎啊，自从与君结相好，此心念念，此我君笑，三母黑子永结牢，有谁自杀自尽，有云仙好心。